新安优算电视官刚是利用假日的时阵来到台南永康的展艺烘焙坊来做一日志工，到三工做月饼、后抓客啊啦，搁有这个包装礼盒，减轻展艺烘焙坊因这个欠人手哦来赶订单的压力。而且搁员工是带家属来帮忙，嘛借机会来体会这个做善事的快乐，帮助展艺烘焙坊会当愈期哦愈积，将这个客户因所订买的这中秋礼盒送到厝里。画面上会当看到大家无闲伫咧做手工月饼、包装盒啊、甲包装礼盒。这是新安优算电视的员工，今仔利用礼拜六的时间来到台南永康展艺烘焙工厂做一日志工，帮忙做月饼。希望伫欠人手甲赶订单情况下，会当尽一份家己小小的心意前来帮忙。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总共有公司信阳这边总共出了这个14个人名出来，那总共有4位是家属的部分。那因为在109年后，因为我们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帮展艺这边再做一些这个饼干的一个这个制作程序。那因为在疫情结束之后呢，展艺这边也陆续都有接获很多善心人士来订购这个中秋的这个月饼，所以我们这次也请派我们所有公司的14名这个人力来，以及包含4名的家属来做这个中秋的月饼，那希望能把这个完成，把这个月饼完成做好之后呈现给大家。展艺烘焙工厂总干事徐巧玲表示，这几冬来经由市府劳工局协助，在中秋节之前是接到不少有订礼盒订单，不过也为欠人手，刚好在咧伤脑筋之下，新安优算电视所有14位的员工甲家属，无少家己休困的时间前来帮忙。由展艺烘焙工厂会当如期如期将客户所订的中秋礼盒送到手中。那因为就是整个中秋节啊，不管是受到劳工局或者是社会局的协助，还有一些那个企业的协助，让我们的那个中秋节的订单就是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状态。那就是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新永安的志工来协助我们，不管是从包装区的那个排饼干，或者是到包装区的包装，以及我们现在身后可以看到他们在折纸盒，以及楼上还有那个把产品组装到礼盒部分，让我们可以顺利的出货。在展艺烘焙工厂一日志工活动，新安优算电视员工佫带着家己的囡仔前来参加，除了有囡仔体验制作过程，也借机会体验做善事的快乐。虽然在疫情期间来暂停，不过在疫情减缓以后，新安一日志工活动就马上展开，来减少展艺烘焙工厂负担，也有这份爱心会当继续延续落去。记者萧庆伟，永康区采访报道。